今集认真不得了，两位主持人睇到 V 哇鬼叫。正啊，但系。这四人五人六人七人八，哇，系台湾嘅空气啊！睇食咩先？我咧就 save 咗几百间餐厅。喂，我哋今个 trip 唔系嚟食嘢噶，系嚟跳舞噶。唔系，我收到通告系嚟食玩瞓嘅啫。唔系啊，跳舞啊，第一间 studio，let's go。吓，唔系咧。各位观众冇听错，今次我哋嚟到台湾唔系吃喝玩乐，而系学跳舞啊！两位主持人嗱嗱声换完衫开工啦！听讲今日呢一队 dance crew 超级劲啊，佢系喺世界街舞锦标赛里边攞到第五名啊！呢个比赛直头系街舞嘅奥运添啊，系所有人都好希望可以去到比赛添。Popping 中文叫做机械舞，舞者会刻意做出一啲肢体僵硬嘅动作，做到好似机械人嘅感觉。所以好考舞者在肌肉放松和收缩方面的技巧。一般人认为他的起源来自70年代的 California。好撲埋啊！連面部嘅肌肉都撲埋。好得意喎！佢哋 popping 係會用呢啲歌啊，係啊，好正，真係同我哋印象中嘅 popping 好唔同咯，有一啲幽默，有故事喺入邊。你好，请问怎么打扰我们练舞嘞？怎么我们在跳舞，为什么要进来打扰我们嘞？太帅啊！哦，我就等这句了，就铺这个梗而已。我要在这跳那么帅的舞，就是为了吸引你们两个啊！我希望有这个机会，透过舞蹈让我们认识到一些漂亮的主持人，耶！主持人有 hold 住，有 hold 住。那要不要教我们一下啦？怎么可能不行呢？你们觉得好看吗？想学吗？当然了，你看我都会懂。哇！哦，那好像是不是不用学了？不用，我们要学 popping 啊！好啊，
就是一些比较细节的东西。对，想学的话 ，OK。熊吼啊，我搞雷啊，拜拜。刚刚你怎么解的？熊吼啊，我搞雷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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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打的，我搞雷啦。熊吼啊，我搞雷啊。刚才手表是发生什么事？问他，太认真跳 waking 了。啊，松掉！但还好我的地方有一个 solo， 我可以把它拿起来做一些互动，就还行。专业啦 ，OK 的，勉强。很想说要丢掉，但好像会坏掉。哎，我要教室了，好不好？要配合一下吧。隔壁台的啦，我隔壁台的是 OK， 那我们要冷静一点。刚刚主持人说想要跟我们学跳舞，对不对？对。但是因为这种东西，就是这也算是我们的职业，但我们教之前呢，也是要先有点反馈。你们刚刚看我们表演，觉得感觉怎么样？这个震动好，好震动。好震动，好震动。OK， 非常好的一个解说。OK， 很厉害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大家一起震动一下，好不好？这样听起来会很怪吗？不会。OK， 一起震动一下。第一个动作是右边，你手举起来，这样。然后这时候我们手腕呢会从上到下，嘣，敲一下，最后一个上下的感觉。然后在我的手腕下的同时呢，我的膝盖，右脚膝盖会往后伸直。所以也就是说我的手腕，受伤了。30岁的膝盖都还没有出事。好，来第一拍，来第一拍，我们这样可能会教到明天早上哦。好，来手腕，我们手腕弯的时候，膝盖会一起微弯，然后当它伸直的时候，脚也伸直，砰砰，好像会了，哇，好厉害哎，好像可以了，对，然后膝盖往后的时候是用大腿用力，咻咻，才会保护膝盖不会受伤。Official 是第一次学 popping 嘅，即系平时有啲 dancer 朋友佢哋都会醒你两下嘅，跟住咧我以为 popping 咧系咁样。没错，我觉得一直叫一直 pop 会比较容易。对，没错，哼哼。所以常常看跳 pop 的，嘣啪嘣咔，就是有声音会跑。哎啊，五六哎七八，嘣啪嘣啪，哇！拍 jam 的话，我们把它分成，可是是不能讲一个字啊。我们把它分成，可以啊，可以。OK， 拍 jam 的话，我们切，我会切一半，对 ，H Hi 跟 Jam 两个是原本是不一样的团 ，Hi 的意思是 High Tech， 然后 High Tech 这个团的话，历史交给奶茶都还没讲话的 High Tech。好 ，High Tech 是由我跟阿信还有博廷原本三个人的一个 Hip Hop 的舞团。几年前在各大赛事，就是有以 Hip Hop 这个舞风，然后去打很多比赛这样子。那后面的 ZAM 就交由云奇 Shazam。好， Shazam， 我们以前我跟林宇隶属另外一个团体叫做 Shazam。那 Shazam 是在2016年的时候成立的舞团。对，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主要的舞风就是 popping， 因为我们那时候有6个还7个人，对，那因为后来大家有些人去工作，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大学生，有当兵啊，其他的规划等等，所以我们就有点像是半解散，刚好因为我们那时候都在同一个教室教课，然后一起训练，比赛也常常遇到，所以其实本来就很熟，就不是他们一就是我们一啦，这样比赛就是一直，干脆我想说就把它包办起来，对，就觉得两团就在一起。就后来就合并，所以我们才会说，我们其实我们舞风有 popping， 然后也有 hip hop 结合在一起，针对我们喜欢的音乐去做编排，就是我们 high jam 的风格这样。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正常速度有一个，对不对？然后快的有两个。接下来我们就从正常快，下一个会什么？更快，特快吗？慢，2、3，到这边就好。然后这边身体会有一个呼哈呼。对，讲一下呼吸的感觉。七八啊，咚咚，嘎哒哒，嘎，这不二三四，呼少小我10岁，我猜21，我觉得差不多。徐嘉欣，我觉得他跟你差不多。我说30，我30，我觉得不可能啊！你年轻在哪里啊？你舞技很精湛，但是你人不强。
真的发自内心觉得三十。那我呢？我呢？22。哦。battle 一下，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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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做一个咻咻咻咻，完蛋了！右边，我已经网了，你看不出来吧？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已经网了。5、6、7、8，咻，有啊，有啊，有啊，有大概0.5公分，大概这样。哎，那个控制很猛，6、7、8，稍微控，赖以为控。咻，好，没事，我们真的不行，我们就整个一身体一起晃晃晃晃也可以。OK， 那如果 OK 的话，头就画在中间，咻咻咻咻，做。对，我们就直接绕枕，所以我们就呼哈呼哈，右边一个，左边一个，绕枕绕枕，对，试下。今日又再上翻，本身都有啲紧张啊，因为知道自己一定系跳唔到啦，所以有啲紧张。但系今日嚟，我觉得几开心咯。接下来我们就会丢右边，呼，可以有一个哈。好，接下来你们这边就要做电流，呜 ，waving， 呜，右边做完，我们就会丢左边，嘣。然后我要干嘛？你就可以做 robot 机器人，想象你机器人，一、拍子随便，是5、6、7、8。可以。哦，可以，我们家听一下音乐适不适合。对，就算不适合，我们后期可以加一点声音，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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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如果没有，我们就用脚，哒哒哒哒哒哒，我们帮他加了。哦，依然的话，我觉得这个交给博廷老师讲，非常的适合。来，博廷，丢球 ，yes。我也不是很会啊。不，我们在旁边一开始在前面还没开机的时候，觉得好像啊，英娜会是比较害羞的个性，对。但是在学的时候，其实会一直主动的发问，还会做效果，膝盖痛。就是说我的手腕受伤了。我说我们会怕我们自己也一起害羞起来，但我觉得一起录之下，他学跳舞非常认真，也会主动问问题，所以我觉得是。让气氛蛮嗨的。右语的话，这时候就会到我的右边，德拉西。我觉得右语在学跳舞的时候，一直有一种萌萌的感觉，就可爱可爱的感觉。因为他在跳的时候，他就会不小心跳出来说：“哎呀，怎么会这样子啊？哎呀，我这样是不是有这样子啊？”然后，但是就他也很有趣。然后他自己在 solo 的时候，如果我要说：“那我可以这样子吗？我可以这样，可以。”他一直都有一种。很可爱的氛围在那边，这样要有互相的感觉，就不会好像是我们拍什么大跳什么，而是一起拍出这个好玩的作品。他们学得很快，对不对？超快的，尤其 popping 对学生来说都门槛很高。我们一个月好要去美国比赛，一起去。他们能争取入去想 We need you。如果我们请得起的话 ，OK。接下来会换人来跟你们做互动。来，阿信老师举手。Yes。接下来李运熙老师请举手。OK。接下来教学时间到，请说。好，我们会有一个八四拍时间，然后我们就会夹在这边。我们是临摹我们杆子，然后你们就会穿过去。OK， 正常。对，然后看你们可以多低，我们就可以帮你们调整高度。对对对。可以。其實跳舞就是應該咁樣咯，即係佢哋好帶得起氣氛啦，同埋佢哋真係好中意玩啦。而跳舞其實就係for一啲好中意玩嘅人咯。以前我印象中嘅 popping 咧係悶啲嘅，即係好機械化啦，或者佢個人係有少少悶先會中意玩啲咁悶嘅嘢啦。但係哦，原來係好好玩嘅喎，即係我完全誤會曬咁樣。你們有沒有試過因為比賽，還是去牌子吵起來？很长哎，每次来这个故事呢，我们赢过了几个大赛，在2019年还有2018年的台湾 HHI 分区赛的时候，我们2年都是冠军。的前一天都吵架，那时候有一位成员，他就来的时候都不练舞，就在这样边边这样。那肯定不是我。然后我们其他都这样，然后就突然就说，哦，我要退团了。
我觉得跟你们相处太辛苦了。哦，最短那就是我。对，我们隔天已经要比赛了，然后我们已经很晚聚在一起了，然后过了一个小时，先聊天说。我要离开了，什么怎样？然后我就说我跳完明天的比赛，我就不会再待在海边。对，我们尽管就是练得很仓促，但隔天我们还是就上场，就是全力以赴，然后就拿到冠军。然后再隔一年又是一模一样，就是又是一模一样。但隔年我确定就不是我，就不是两年都有阿信嘛，主角都有。对，他直接躺在地上，他就说我抓到头，好不舒服哦，隔天要比赛了，台面一个小时，我们家人一直练。后来还变成我跟他吵架。对，因为我刚刚我就出来，我想要当和事郎，但好像没想到，好像不小心踩到他的底线。我就觉得我现在要暴走，我现在就要暴走，然后去现在就要暴，对，现在就要暴。所以我们的佑宇跟阿依娜会在前排，老师，我觉得你应该在前面啊。哈？因为你粉红色的头。你确定吗？可想说凸显。我们都黑色哎。OK， 所以我们今天教学，我们的 Hi Zam and 阿依娜以及佑宇到这边告一个段落，我们接下来到下一个场地，一二三，好惨啊！因為咧，我其實喺香港咧都睇過好多 popping 嘅 crew 啦。咁我其實我自己咧特別咧覺得跳 popping 嘅男仔係好有魅力嘅。咁但係佢哋嘅 popping 咧再正啲嘅話，係因為佢哋嗰個排舞咧好有感覺啊，即係唔係純 pop 咯，仲有啲故事喺入邊。跟住佢哋個身體用得好好啦，同埋私底下佢哋相處嗰個模式好 friendly 啊。跟住莫名其妙覺得哇，好歡樂咯，係。自己就算 pop 得好差，你都覺得好開心，冇咩特別覺得哎呀做唔到就好羞恥咁嘅感覺咯，太正啦！我想講，其實佢哋個狀態、佢哋個心態、佢哋嘅創作、佢哋嘅舞技係我可以話係我人生嘅目標。我想做到一個咁樣嘅人，你有料，但係你好幽默，你冇刻意 show off， 你好似日日都好 playful 喺度玩緊一樣嘢咁，我覺得。即最有型的人咪就係咁咯，唔使錯咯，有型就有型咯。一個酷嘛，一個就要找最酷的奶茶講一下這一題。一個舞團要可以繼續走下去，我覺得很重要的關鍵就是大家要一定要有一個共識。像我覺得我們團大家都是蠻自我要求的，那為什麼會自我要求自己？就是大家對這個團很有共識。建議大家就是如果真的要。组一个舞团的话，一定要找很志同道合的一群人。那我觉得大家其实要适时的放下自己的身段，要为了你们共同的那个目标去前进。对，但是如果真的没有办法走下去，解散也没关系。我们都是连续组团失败者，最后才遇到海贼这样。是不要怕会起一些冲突，因为那其实才是能再往前的一个方式。一个团队要。做到很完整，就玩的时候很开心，然后出去比赛就可以安排得很妥当，然后比赛也雕舞雕得很好，就是每个人都要各司其职把它做好。我觉得就是每一个时间要知道那个时间在做什么。我们真的在备战的时候，如果我们知道只有三个小时，其实那三个小时大家就都会蛮惊的，蛮在一个状态的。然后通常这时候就会有黑脸出现。那黑脸的话，这时候就是我们会有两个人，就是我们两个负责黑脸的部分。就是我可能就是我觉得每个角色很重要，比如行政，波廷会安排得很完整，那队形的编排奶茶会负责，然后云奇也会看一些高低哪里配合比较好，然后一些精神喊话的部分，吵架是超常见的，因为比赛我们没有一定会有配，不是哪，我们都是自费去机票啊，各个道具啊，排练啊，大家抛弃很多工作去完成这件事情，所以。对我们来说，当他不是单纯 for 工作，而是 for 梦想的时候，很多事情就没办法说 OK， 为了钱我 OK， 不是，所以你反而会很多内心话会想要真的讲出来，因为我觉得大家真的要交心，大家才会愿意做这个不会马上有收入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团员都讲得非常的棒，所以呢，现在开始组团 ，OK， 耶、yeah. ，现在就开始，新团就是你。
很好耶，我觉得我好像 OK 耶，好在任何可以加你跟住个地下系，冇人想理你两个，好正哇！好多人啊！啊！哇！嗰度有堆小朋友啊，睇下佢哋。而家咧，佢哋上紧一个 MV 班。哦，呢个 Oh My God 啊，就系嗰个系咪？系啊 ，New Jeans 嗰个。系啊，我都识啦呢个啫嘛。呢度嘅 dancer 其實都有幫啲藝人排下舞啦，做藝人嘅 dancer 咁樣嘅。咁因為咧，而家上小朋友嘅堂，所以家長嘅數目都眾多啦。咁咧，多數咧，佢哋上完堂之後咧，嗰啲家長咧就會衝曬入去啦，睇小朋友表演之餘咧，仲會即係幫佢哋拍片留一個記錄咁樣。跟住呢個休息嘅 area 咧，就都可以偷睇下裏邊咧上緊咩堂啊，咁樣都可以知道咯。记得 subscribe 呢个 YouTube channel， 更多 Feel TV 嘅足本节目将会定时上架，揿埋个铃铃，一有新片即刻通知你。